赤壁之战后，颠沛流离大半辈子的刘备，时来运转，通过一系列操作控制了大部分荆州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并且维持着与江东孙权的军事同盟，一起对抗北方的强敌曹操。不过根据诸葛亮隆中对的构想，刘备想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仅仅拥有荆州是不够的，还必须拿下益州，从而占据整个长江中上游，取得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优势地位，如此一来才具备与曹操孙权等对手争霸天下的资本。当前益州的拥有者刘璋与刘备一样是汉室宗亲，他的父亲刘焉早在20多年前就入主益州，刘璋在父亲死后承袭了州牧之职，经过父子两代长期的经营，积攒起了不俗的实力。而且益州地处川蜀四塞之地，易守难攻，山川天险远非荆州可比。论大义，论实力，论地形，刘备对上刘璋都没有优势，因此至少在短期内，刘备并没有介入益州的计划。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建安16年的一天，一位不速之客造访了刘备，来人自称法正，奉益州牧刘璋之命迎请荆州牧刘备入蜀。刘璋找刘备做什么？从来不走动的亲戚忽然上门，自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原来刘璋想要请刘备当他的打手。刘璋在益州的统治看似稳固，其实内忧外患，过得并不舒心。时下他有三个心腹大患，其一，汉中张鲁。张鲁占据汉中郡，扼守着益州北部咽喉要地。他早年尊奉刘璋的父亲刘焉，是刘焉与关中朝廷诸侯们周旋的马前卒、挡箭牌。刘焉死后，张鲁认为刘璋暗弱无能，就不再顺从刘璋，自行其事。刘璋一怒之下杀死了他留在蜀中当人质的母亲和弟弟，双方从此决裂。张鲁煽动益州土著反叛刘璋，刘璋也派遣军队攻打汉中，双方你来我往，相持不下。川蜀为家，汉中为门，张鲁不除，刘璋就像给人掐住了脖子，喘不过气来。其二，手下庞熙。刘璋曾指派庞熙进攻张鲁，却屡战屡败，在州内叛军此起彼伏的情况下，刘璋转而任命庞熙为八郡太守，驻军阆中，一边维稳，一边抵御张鲁。庞熙为了加强八郡防务，私自募兵，因此受到刘璋的猜忌，两人不睦，刘璋无法彻底驾驭庞熙，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其三，丞相曹操。曹操退回北方后，将矛头转向了蠢蠢欲动的关中诸侯。以马超、韩遂为首的关中诸侯在曹操猛烈的攻击下分崩离析，曹操从而将势力延伸到了关中，继而派遣私立校尉钟繇与大将夏侯渊继续讨伐汉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无论曹操是否能攻下汉中，刘璋都必须早做准备。刘备自起兵以来始终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带领军队四处游荡，今天帮袁绍打曹操，明天帮曹操打吕布，后天又帮刘表打曹操，在各方势力眼中是一支强有力的雇佣军。而赤壁之战的胜利更加奠定了刘备军队能打的江湖地位。刘璋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压不住张鲁、庞熙，更不可能是曹操的对手，看来看去便将希望寄托在了刘备身上，希望这个连曹操都能打败的厉害亲戚能帮自己一把。对内压制州内庞熙等不安分子，对外打击张鲁并抵抗曹操，于是派遣了法正为使者，邀请刘备入蜀。刘备是怎么想的呢？刘备虽然一统荆州，但仅有一年不到的时间，统治基础远远称不上牢固，而且北面曹操的威胁如影随形，防守压力依然巨大。除此之外，光从荆州公安县出发抵达益州东部的榆父县，路程就超过千里，途中多为崇山峻岭、激流峡湾，很不好走，更别提随后还要辗转上千里，穿过益州前往汉中，牺牲自己根据地的防务，疲师远征怎么看都不是一个明智选择。然而刘备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还是答应了刘璋的请求，因为他认定这是一个夺取益州的良机。
刘备年少时便寡言少语，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极深。经过了20多年雨雪风霜的锤炼，早已成长为了一名成熟的政治家。政治家的眼中只有利益，刘备的意志不会被虚无缥缈的亲戚关系左右，他的眼光很长远。从前给人当打手是迫不得已，如今有了荆州作为根基，他的志向早已不是刘璋可以想见。刘璋想利用刘备自保，刘备则想反过来利用刘璋的小算盘把刘璋吃了。三年来，刘备的军队连战连胜，正处在士气的最高点，军心可用。但北面有曹操严防死守，东面是同盟孙权，南面则是乌烟瘴气的武西动蛮，要扩张别无选择，只能往西进军益州。刘璋不给机会，他还要细细斟酌。如今刘璋自己送上门，岂有拒绝的道理？时局变幻无常，良机稍纵即逝。刘备已经50岁了，他还想着逐鹿中原乃至问鼎天下，时间对他来说就是最宝贵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就在去年，东吴大将周瑜已经向孙权提出了征伐益州的方案。要不是周瑜突然病逝，孙权恐怕已经派兵先去攻打刘璋了。时不我待，益州刘备必定要拿下。但是正如刘备此前顾虑的那样，就算刘璋大开方便之门，出兵益州依然面临着种种困难。只有解决了这些困难，他才能一扫后顾之忧，全力以赴。首先是荆州防务的压力，刘备在荆州的总兵力总计约有3万，前往益州刘备带走了8000人，留下2万人，既要应付北面虎视眈眈的大敌曹操，还要提防心思难测的盟友孙权，未必稳妥。其实刘璋的使者法正并不是单枪匹马来荆州的，他还带来了刘璋的4000兵马帮助刘备防守荆州。但这4000人毕竟不是嫡系部队，估计战斗力也不咋地。细细考虑之后，刘备决定拉孙权入局，把孙权绑在自己攻略益州的战车上。他的做法是派人游说孙权，透露出自己夺取益州的本意，邀请孙权派兵协助自己。孙权一直对益州心心念念，可迫于现实压力，将荆州借给刘备后，孙权通往益州的道路基本被刘备势力阻隔，再想直接出兵夺取益州难度极大。刘备对孙权承诺了什么无从查证，但结果是孙权调拨了部将吕岱带领2000兵马跟随刘备入蜀。若孙权方对此事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刘备入蜀为了协助刘璋抵御张鲁的层面，吕岱军出现在益州的概率是非常小的，这不符合孙权利益，也不符合刘备利益。更合理的是，刘备答应分给孙权一杯羹，分给孙权益州的土地，孙权入局后不用担心他会突然在背后捅刀子，而且还能借助孙权的力量协防荆州抵御曹操。而且此时曹操的主力部队大多投入到了关中，只要刘备孙权联手，仅凭曹操南方的驻防部队绝不敢轻举妄动。其次是此次前往益州的后勤问题，从荆州公安出发进入益州境内的鱼腹，路程至少1000里，以兵法日行30里计算，刘备要是沿长江水路并进，需要自己准备大量船只粮草等，这准备1个月和路上1个月相加，每2个月是不行的。10万兵，1年粮草消耗是600万斛，那刘备本部8000加上东吴吕岱2000，总计10000兵力，1年至少60万斛，2个月至少10万斛，若加上路途损耗可能还不止这个数。帮别人打架难道还要自己担负伙食费？法正告诉刘备，到了益州路上消耗的钱粮刘璋都会报销，由此打消了刘备的顾虑。最后就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担忧了，刘备虽有心图谋益州，哪怕刘璋暗弱没有将略，但毕竟孤军深入缺乏底气。然而这时候却有一个人拍着胸脯向刘备表示，此次入蜀必效犬马之劳，全力为刘备攻略益州提供帮助。这个人不是刘备的部下，竟是刘璋的使者法正。法正是明仕之后饱读诗书，当初从凉州来到蜀地投靠刘璋，可刘璋没有识人之明，他虽有才能但既不受重用，又因为是外地人而备受冷落，一直郁郁不得志。而且他也看出刘璋不是胸有大志的人，于是便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他的好友益州别驾从事张松跟法政看法相同，两人便有了另寻明主的想法。恰好刘璋听说曹操要进攻汉中的张鲁，心里很害怕。张松于是借机劝刘璋寻找帮手，可以就近邀请刘备帮忙。刘璋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就让法正出使荆州和刘备商谈。法正见到刘备后，认为他才是自己应该效力的主公，于是倾心交往。他私下向刘备献计，刘璋昏暗不是能成大事的人，可以趁机夺取益州，而且有张松当作内应，这事儿一定能成。这与刘备的意图不谋而合，两人一拍即合。刘备由此下定决心出兵益州。其实刘璋手下也不乏有先见之明的人，从事王磊看出刘备野心勃勃，绝非池中物，让刘备入蜀就是引狼入室，甚至倒悬城门以死见刘璋。但刘璋执意不听，王磊性格刚烈，自断绳索摔死城下，刘璋也不理睬。主簿黄权也认为刘备早已不是当年四处寄人篱下的雇佣军了，人家现在也是益州之主了。一山不容二虎，你把他请来益州，其实处境很尴尬。如果把刘备当部下对待，刘备不满意，当宾客对待，刘备会有异心，怎么处理都没有好的结果。刘璋虽然无大才，但也不是傻子，难道不知道养虎为患这么肤浅的道理？那么刘璋的算盘是什么？他有什么办法来控制号称天下枭雄的刘备？跋涉千里舟车劳顿的刘备又将如何在人生地不熟的川蜀打出一片新天地呢？领略我大汉将士的威风吧。东汉建安十六年，接受了益州牧刘璋军事援助请求的荆州牧刘备，经过上千里的长途跋涉，终于带着他的一万军队进入了益州地界，走水路抵达益州北部的福县。刘璋也从成都北上迎接刘备。如果说刘备入蜀是一场冒险的军事行动，那么刘璋邀请有枭雄之名的刘备来到自己的地盘，同样是极具风险的尝试。属下的劝阻虽然不足以撼动他邀请刘备的决定，也多少让他对刘备产生一丝防备和担忧。他这次来福县，名义上给刘备接风洗尘，同时却带来了步骑三万人，比刘备的军队更多。明面上一团和气，私底下未尝没有展示军事肌肉的意思，等于变相告诉刘备：玄德啊，你能打没错，但我也不含糊，我请你来帮忙，你可别打什么反客为主的幺蛾子，这益州还是我刘璋说了算哦。刘璋的心思老江湖刘备哪能不清楚，福县二刘的这场会面就在这种波澜不惊却又暗流涌动的气氛中召开了。刘璋邀请刘备入蜀的目的有三：一是搞定汉中张鲁，二是随后阻挡曹操，三是压制庞熙等不听话的部下。这里就有一个需要提前商量清楚的关键，即刘备真的打下张鲁该怎么办，这打下的汉中土地算刘璋的还是刘备的？虽然二刘会谈的具体内容缺乏记载，但从会面后刘璋向朝廷举荐刘备为行大司马、司隶校尉，而刘备向朝廷推举刘璋为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进行了一场政治互推的情况来看，两人聊得还是比较开心的。由此判断，刘璋很大可能是答应刘备打下张鲁后取而代之统治汉中郡，毕竟刘备辛辛苦苦跑这一趟，总不可能免费帮刘璋抛头颅洒热血。而刘璋也能复制老爹刘焉在任时的模式，让一向能打的刘备替自己守住北边的门户，这也是刘璋以为当初说动刘备入蜀的最大筹码。但可惜只是他自己这么以为，刘备此次入蜀为的就不是简简单单拿下汉中郡，因为即便他拿下了汉中郡，但孤悬北方，与大本营荆州相隔数千里，面对咄咄逼人的曹操也不可能守得住。刘璋也许不懂，可刘备打了这么多年仗，更与曹操交手无数次，不可能利令智昏到这种程度。而且如果刘备真的只是为了帮刘璋打张鲁，孙权也不会派履带率领2000人听从刘备节制。
身为精明的投机者，想让孙权答应投资，就需要更大的利益诱惑。更大的利益自然是益州全境，这也是刘备的目标。当然，身为一个老辣的政治家，刘备很可能给刘璋灌了迷魂汤，在会面的时候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只图眼前小利的政治暴发户，一听到刘璋答应将汉中郡相让，便高兴得手舞足蹈。刘璋看在眼里，不禁得意，这只是他施展自己计谋的第一步，他还有后手。刘备入蜀前就和法正说定了，入蜀后所有的后勤都交给刘璋负责，自己只管打仗。刘备的军队有10000，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即便驻扎原地不动，每个月都要消耗大量的钱财，一旦打起仗来，每月需要益州至少50000军民服徭役，不间断地为前线运粮，牵扯半个益州的各种资源动员起来为刘备服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益州百姓要被拖入大规模战事的徭役中，这是刘璋不愿意付出的。出于这个原因，刘璋请刘备入蜀，表面上大肆宣传要让刘备替自己教训素来骄横的张鲁，其实内心并不希望刘备真的出兵攻打张鲁。他让刘备入蜀的初衷仅仅是对外防御张鲁，对内则牵制庞熙等人，这样他就可以节省大量民力，还不用多费粮草。刘备绕数千里与荆州几乎断绝联系，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和陌生的敌人打仗，后勤只能完全交给了刘璋。刘璋就能够以后勤控制住刘备，把刘备拴在前线，既能应付张鲁、庞熙等，又限制了刘备做大，长期下去就能搅浑益州的军政格局，确保巴蜀太平无事。这便是刘璋内心的真实想法，也是他不顾手下反对执意请刘备入蜀的最重要考量。我的计谋绝妙着呢，尔等别不懂瞎嚷嚷，坏我好事。刘璋也是这么做的，他很爽快地调拨给了刘备200000斛粮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200000斛粮草看似很多，但对于刘备的10000军队而言，只能是杯水车薪。刘备在荆州动员兵力以及带兵入蜀就花了2个月，也就是说，刘璋只付给了刘备此行的开拔费，其余的不好意思没有了。刘备带兵驻扎到位于前线的加盟关后，军队所需军粮只能搜集当地的粮草勉强供应，以维持低限度的防御作战。仅仅苛刻后勤还不够，为了防止刘备不满生出异心，刘璋还让同样驻扎在前线的白水军归属刘备指挥，名为增强刘备的军力，更好地对付张鲁，其实是专门安排在刘备身边监视他的。后勤加监管，刘璋双管齐下，安排妥当后才安心地回到了成都。刘备这才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自己有些小看这个同族兄弟了。实际上二刘会面期间，谋士庞统就已经觉察到刘璋的心思没那么简单，劝说刘备索性在酒席上动手将刘璋干掉，继而直接吞并益州。刘备不是没有考虑过庞统的意见，但比起庞统，他的考虑更加周全。自古得人心者得天下，他确实可以执行斩首行动，一了百了。然而他初来乍到，在益州的威望毕竟不足，直接将刘璋杀死太过急功近利，不仁不义行为必将引发益州军民强烈的抵触情绪，使得整个州动荡不安，对往后的统治不利。所以刘备选择了静观其变，等待出手的最佳时机。刘备的军队得不到充足的后勤支援，自然无法承担起对汉中张鲁的讨伐任务。他倒也没有闲着，在加盟关通过各种手段树立恩德，收买人心，为自己今后的计划提前做铺垫。有人向刘璋举报刘备磨洋工，刘璋也不以为意，反而沾沾自喜。对于刘璋来说，现状是他乐意见到的，只要张鲁不打进来，刘备安安分分，他这个益州之主的位子就能一直稳当坐下去。不过刘璋的快乐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建安17年10月，刘备突然派人对刘璋说想回家了。此时曹操已经平定了关中，志得意满，想到曾在赤壁吃过的大亏，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动员大军再度南下征伐孙权，想要找回场子。
孙权一个人扛不住曹操，就向刘备求救。而且当时刘备的大本营荆州也遭到了曹军的骚扰，在加盟关待了快一年的刘备就抓住这机会，以回家的名义试探刘璋。刘备对刘璋说，自己在前线这么久也没见张鲁来闹事，可见张鲁不足为虑。眼下南方危急，希望兄弟能让我回去一趟，如果能再给我点兵马和钱粮作为资助就更好了。刘璋见刘备半路罢工，本来心里就不痛快，面对刘备的狮子大开口，表示兄弟我家里也不富裕，你的要求我只能给一半，你快去快回。这一来正中刘备下怀，刘备佯装大怒，说我这一年来啥也没做，就替你当门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不给基本工资就算了，我家里出事要点补贴都不肯给，有你这样的雇主吗？这又算什么亲戚？当着众多部下的面公开大骂刘璋黑心。实际上刘备想回荆州是虚，想找茬对益州动手是实。刘备这么做，一来是为了给自己起兵做好舆论，二来也是为了激励部下同仇敌忾。你们看看，不是我刘备不义，是他刘璋不仁，我得找他要个说法。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致使刘备与刘璋的矛盾彻底激化。原来潜伏在刘璋身边刘备的内应张松听说了刘备想回家，以为刘备真的要走了，若真如此，他与法正一番苦心积虑的计划就将付之东流，所以赶忙写信劝阻刘备，结果被兄长张肃告发。刘璋震惊之余立刻将张松斩首，然后命令各道关卡的将领不要与刘备联系。好你个刘玄德，居然笑里藏刀，早就图谋我的益州了。刘备远在加盟关前线，回家路上都是刘璋的地盘，沿途过线或渡河都需要刘璋将领配合。刘璋一道命令下去，就将刘备回家的路彻底堵死了。事已至此，刘备也就不再掩饰，正式举兵攻打刘璋。刘备与刘璋这两个汉室宗亲在利益面前终于走到了同室操戈这一步。益州那么大，刘备不可能全打一遍，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攻下成都。擒贼先擒王，攻下成都捉了刘璋，其余地方传檄而定，益州就是他刘备的了。不过刘备驻军的加盟关距离刘璋所在的成都仍有上千里路，途中山道崎岖，城关遍布，艰险难行，怎么打益州还得好好思索。谋士庞统早就想好了打刘璋的策略，为刘备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为挑选精兵，昼夜兼行，直接偷袭成都，可以一举而定益州。中策为击杀刘璋监视己方的白水军将领杨怀、高沛等，再向南稳扎稳打向成都推进。下策为抄小路，不计兵马消耗逃散，先回到荆州，再慢慢进屠益州。这三策虽各有长短，却无优劣之分。那么处心积虑图谋益州已久的刘备会怎么选择呢？刘璋为了守护自己的家业，会对刘备使出什么招数呢？益州之主的桂冠最后又花落谁家？损生熬心，誓报此仇。起初刘璋想利用后勤控制驻扎前线的刘备，让他外御张鲁，内镇不屈，替自己看家护院。但他的算盘其实早已被刘备洞悉，一向能屈能伸且极能忍耐的刘备并没有将此点破，相反他借机厉兵秣马，收拢人心，静静等待着出手的最佳时机。建安十七年十月，曹操再次南征攻打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援，刘备感觉时机已到，向刘璋提出撤离前线返回荆州的要求，并希望刘璋给予兵马和粮草上的资助。刘璋心中不悦，更不舍得付出，刘备佯装大怒，借机举兵讨伐刘璋。刘璋这才如梦方醒，原来自己一直算计着刘备，刘备竟也在暗自算计着自己。经过将近一年的相互试探，刘备与刘璋这一对表面兄弟终于撕下了伪善的面具，这场争夺益州控制权的宗室之战已经无可避免。建安十七年十二月，刘备在加盟关举兵，谋士庞统提出上中下三策夺取益州，
刘备性格稳重，深思熟虑之后选择了不急不缓的中策。当时刘璋留了一支军队驻扎在白水关，名义上协助刘备驻防，实际上防备刘备移动。刘备借口要回荆州，将白水军将领杨怀、高沛请到加盟关商量后事。杨高两人不明就里，却没想到商量后事指的居然是自己的后事，一到加盟关就被刘备当场格杀。白水军群龙无首，刘备趁虚而入，将这支军队吞并，并扣押将领和士卒的妻女当人质。刘备看似一时兵强马壮，其实处境极其危险，因为刘璋并不傻。虽然他没有料到刘备真的心怀异志，但利用后勤牵制刘备的策略很快奏效了。与刘璋决裂之后，本来就缺乏兵粮的刘备的军队瞬间陷入了后勤危机，只能依靠从巴西、梓潼等地搜集到的粮草勉强度日，许多兵士因此逃散。再加上孙权的部将吕岱又带着自己的2000人急急忙忙先回江东救老家去了，所以等到刘备正式举兵南下之际，兵马满打满算还不到10000人。刘璋的谋士郑度更进一步建议以坚壁清野的策略对付刘备，让刘备的军队兵粮寸断，不战自溃。面对以逸待劳且主场作战的刘璋，缺兵少粮的刘备如何才能扭转不利形势？刘备只能选择速战速决，从加盟关南下成都，首当其冲是梓潼县。梓潼县令王连刚烈耿直，拒不投降。刘备的军队野谷士资，军无辎重，不存在被切断后勤的担忧。而且刘备料定以王连的实力，守城有余，野战不足，不敢出城邀击。为了节省时间，于是直接绕过梓潼县，直扑梓潼县背后的涪县。当然，刘备再次展现出他收拢人心的高超手段。他对外给出不打梓潼的理由是尊敬王连不畏生死的忠义，认为王连是在守义而非守城，如此一来更加树立了自己仁德的形象。刘备军事能力很强，他率军轻装简行，推进速度本来就很迅速，更大胆地越过了梓潼县。涪县的守军还在等待梓潼方面的军情，没想到刘备神兵天降，措手不及，城池立刻失陷。涪县有一定的钱粮库存，刘备利用闪电战将涪县占领后，摆脱了野谷士资的不利境地，后勤方面的困难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刘璋看到刘备站稳了脚跟，又惊又恐，连忙派遣大将张任、刘圭、凌包、邓贤、吴懿等人进攻刘备，企图夺回涪县。但刘备征战沙场多年，早有防备，他占领涪县后就在城外的涪水布置阵地，与城池配合防守。果然刘璋的军队趁兴而来，败兴而归，无一例外全被刘备击败。张任、刘圭惊慌失措，退回绵竹县坚守，凌包、邓贤下落不明，吴懿则率军投降了刘备。吴懿可是当初跟随刘璋老爹刘焉一起入蜀的嫡系大将，他的投降对刘璋军士气方面的打击是巨大的。当刘备乘胜进军，兵临绵竹城下时，刘璋又以李严为护军，费关辅佐，监督绵竹守军。没想到李严和费关到了前线，立刻改其意志，也投降了刘备。李严是南阳人，费关是江夏人，都不是益州土著，而是当年跟随刘焉入蜀的东周人士，始终是刘璋、刘焉父子制衡益州土著的心腹力量。费关甚至是刘璋的女婿，可谓嫡系中的嫡系。可没想到他们都竟然轻而易举地反水了，这是为什么？与其说吴懿、李严、费关等人贪生怕死，倒不如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刘备纵横天下数十年，南征北战，威名满江湖，远远不是守城之主刘璋可以比拟的。法正和张松看得出刘备是人中龙凤，是值得辅佐的明主，别人难道就看不出？江山风雨飘摇，社稷危如累卵，北有曹操张牙舞爪，南有孙权虎视眈眈，益州天府之国若无明主守护，便如孩童怀千金过世，怎能独善其身？往小了说，投靠刘备是为了在这乱世保住自己的性命，延续家族的香火；往大了说，投靠刘备是为了给自己谋一个更好的前途，实现自己的抱负与理想。不过并非所有人都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
刘璋的大将张任、刘珪从绵竹撤退，与刘璋之子刘询合力固守洛城。洛城，这是成都最后的防线。战事进行至此，刘备顺风顺水，似乎不日即将攻克成都，捉拿刘璋，将益州收入囊中。但事与愿违，接下来一系列突发事件几乎让刘备这次军事行动功亏一篑。刘备虽然一路势如破竹逼近成都，但刘璋毕竟经营益州多年，手下还是有很多忠臣良将的。即便他自己已经慌了神，他的手下却不乏沉着之人。首先是大将张任、刘珪以及刘璋之子刘询，他们依托洛城与洛水，拼死抵抗刘备军队的继续推进。这是刘备举兵以来磕上的第一颗硬钉子，他再也没有攻打福县、绵竹时一鼓而下的顺利，反而陷入战争泥沼。双方反复拉锯，久久相持不下。战事拖得越久，刘璋各地的军队就有时间反应集结，刘备的兵粮就会慢慢见底，形势不可避免会朝着对刘璋有利、对刘备不利的方向倾斜。用洛城挡住刘备之余，刘璋听从了谋士建议，派遣将领向存、福晋率万人沿浪水迂回进攻加盟关，企图从背后对刘备军形成战略包围。与此同时，始终按兵不动的张鲁见益州内乱也蠢蠢欲动，意欲将势力渗透进了加盟关附近。刘备南下时，仅仅任命中郎将霍峻带领着800余人守卫加盟关，后方十分空虚，所幸霍峻不辱使命。张鲁派遣使者来引诱霍峻，霍峻拒绝。向存、福晋率军猛攻加盟关，霍峻面对10倍余的敌人也死守不屈。即便如此，首尾两条战线同时陷入苦战，对客场作战的刘备始终是极为危险的，更不必说他的主要谋士庞统也在攻打洛城期间被刘使射死，痛失臂膀。局势急转直下，留给刘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建安19年，刘备与刘璋的战事已经持续了一年，霍峻坚守后方，找到机会击破刘璋军并斩杀向存。几乎与此同时，刘备也分遣将领攻占其他一些县城，而洛城漫长的攻防战仍在僵持。不突破洛城，这场战争就无法结束，怎样才能打破僵局？再三考虑之下，刘备决定招荆州军队入蜀支援。当时曹操已在濡须口之战中失利，退回了北方，荆州方面防线压力减少，可以临时抽出兵力机动。刘备手下3名主将全都守在荆州，诸葛亮为荆州主帅，监督荆南3郡，关羽遥领襄阳太守屯江北，张飞为南郡太守。接到刘备的诏令后，诸葛亮毫不迟疑，与张飞、赵云等人迅速率军开拔，留关羽继续坐镇荆州。益州刘璋军队的注意力全放在刘备身上，诸葛亮的这支援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起到了骑兵的效果。诸葛亮的军队溯长江直趋巴东，像一把利刃深深插入8郡腹地。张飞攻破8郡治所江州县，将领严颜被擒获。占领江州后，诸葛亮立刻兵分3路。第一路，诸葛亮从汴江出发，沿涪水攻德阳，经广汉郡直趋成都。第二路，张飞从汴江出发，沿嘉陵江往北进攻8西郡。第三路，赵云从江州出发，沿闽江进攻江阳、前围2郡。这么安排的战略意义很明显，张飞、赵云分别负责切断成都南北有可能的刘璋援军，同时也能解除刘备腹背受敌的军事压力。诸葛亮则指导黄龙与刘备一起拿下成都。不过张飞兵刚到8西郡，还没开打，8西郡太守庞熙就投降了。刘璋请刘备入蜀初衷之一就是为了镇压庞熙，庞熙受刘璋猜忌已久，早就不满，这时候见势不妙，墙头草随风倒，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只能算是刘璋自食其果。张飞兵不血刃完成任务，一膀子力气没出使。随后从汴江改走涪水，与诸葛亮合围一路，一起进攻成都东南门户德阳县。刘璋派帐下司马张翼援救德阳县，被诸葛亮、张飞击败，无奈退回成都。诸葛亮占领德阳县后，继续往成都进军，而赵云一路扫荡的江阳、前围2郡同样高歌猛进。
正当刘璋惶惶不可终日之际，突然收到了一封书信。信是法正写的，法正可以说是刘备入蜀的主谋之一，如今见大局将定，便不失时机写信给刘璋，先从道义角度对刘璋一阵数落，接着替刘璋分析了利弊，指出随着刘备实力越来越强，仅凭洛城这一道闸口是无法阻挡住滔滔洪流的。最后还对刘璋发出恐吓，声称刘备援军正从荆州源源不断赶来，孙权援军也在后面，巴蜀门户大开，阁下还是尽早投降为好。法正的说辞虽然有些夸张不实之处，但大体上点出了形势的走向。刘璋心慌意乱，觉得法正说得有理，但又不肯轻易投降，左思右想一番，决定催促洛城的守军主动进攻刘备。洛城张任、刘圭、刘询的兵力有万人，超过刘备军，此前只守不攻，抵御住了刘备的进攻。刘璋这时希望张任三人能够主动出击，将刘备击败，不给刘备军与其他几路军队合力进攻成都的机会，要是能击杀刘备那就更好了，坐困愁城必败无疑，哪怕只有万分之一反败为胜的机会，刘璋也只能试上一试。只可惜事与愿违，事实证明凭借人数优势以及坚城壕沟，刘璋的军队还能与身经百战的刘备军一战，可一旦野战，双方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就尽显无疑了。洛城守军迫于刘璋的压力，硬着头皮出战，张任战败被擒，本人不祥而死，刘备趁势进军，一举攻克洛城，进入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平原，直扑成都。而诸葛亮、张飞沿涪水逼近，赵云从岷江北上，三路大军对成都形成了合围之势。建安十九年夏，刘备会合各路兵马，云集益州治所成都城下。这场为期将近两年的战争终于走到了尾声。刘璋将远近的兵马粮草都聚集到了成都，城内还有30,000军队，粮草可支持一年。要是刘璋负隅顽抗，刘备真要攻坚，胜败犹未可知。可是战场胜负未分，人心上的胜负却早已有了分晓。刘备从无到有，以绝对劣势扭转乾坤，一路打到成都城下。刘璋以逸待劳，坐拥山川后勤的优势，却节节败退，只能龟缩城中，孰高孰低，孰强孰弱，不言而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益州的主人是谁不重要，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光明的未来。谁才能给他们光明的未来？显而易见，不是暗弱无能的刘璋，而是意气风发的刘备。就在刘璋为了是战是降犹豫不决的档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在关中败于曹操之手，不得已依附张鲁的马超知道张鲁不是干大事的人，又听说刘备在益州势如破竹，于是写信给刘备请求归附，并且很快带兵来到了成都。马超是西凉悍将，名震天下，如今就连他也为刘备效力，对刘璋以及成都居民的心理震撼无疑是巨大的。蜀郡太守许靖要翻城墙投降刘备，被发现没有成功，然而刘璋没有惩罚许靖，因为他自己心里清楚，人心已经散了，就算再坚固的城墙也支撑不起人们内心继续抵抗的意志。十日后，刘璋决定不战而降，自称父子治理益州20多年，对百姓没有半点恩德，才德不配其位，如今开门投降以免战火蔓延，也算为百姓做点好事。细细想来，这倒也不是谦虚，因为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这20多年，对外没有尺寸之功，对内则叛乱不断。刘焉杀巴蜀豪强，引发任齐、贾龙叛乱，刘璋继位又发生沈弥、娄发、甘宁叛乱，张鲁独立又引发八郡战争，东周人侵害益州土著，刘璋不能阻止，最终引起大规模的赵魏叛乱，此类种种不胜枚举。上位有德者居之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刘备随即入主成都，也没有为难这位远房亲戚，让刘璋带着财物以镇威将军的身份搬迁到荆州南郡居住。然而打天下难，做天下更难，刘备虽然击败了刘璋，如愿以偿夺取了益州，但并没有解决刘璋最初担心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曹操就要来了。
卓爱分痛失，虽万劫，一杀之。